山跟云林啊，地理位置差很多，但是有几个共同点啊。第一个，我们都是地盘下陷区。那荷兰是天生的地盘下陷，云林是我们自己潮州地下水让它陷下去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。未来气候变迁，海平面上升，这个是荷兰的挑战，也是我们云林的挑战。这边是他们的自洪池，但是你看到什么？要是外行人站在这边，你看到是一片公园，有生态、有环境、有绿地，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危机变成转机，转机变成商机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从荷兰来借鉴的。荷兰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，但是这个我们看到了环地鱼河是我们可以借鉴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农民富起来，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。 NCC 关中天，没收新闻自由，媒体寒蝉效应很严重，但是中天坚守第四权，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